毛孟靜議員，你有咩規程問題？係主席，我想問清楚，正話投票嘅時間，由你宣布話投票到結束投票，係用咗幾多少時間？因為我親眼睇住你係等咗黃國興同埋陳婉嫻翻埋位撳咗掣，你先話啊，大家再check check自己投咗咩票。你好似順住嚟，仲有陳恆斌係嘛？嗱，你咁樣，你整件事係無效嘅咯。嗱，我而家聽咗你嘅意見啦，但係亦都你呢個處理係無效嘅。嗱，大家唔好，因為已經剛才嘅表決咧已經作咗一個決定啦，希望大家都係唔好再糾纏喺剛才已經作出嘅表決。